这里是魔术达人社打，欢迎回到我频道。毕业季刚过，对不对？我在毕业季做布置的时候啊，我有做到那种气球花束，对，算花束，也可以说气球树啦。好，就长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发现，这就是气球棒，然后一大堆，然后把它凑成一起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想到说，几年前呢，我姐夫，然后他为了帮他的双胞胎两个小朋友做庆生，然后问我说，那个气球棒该怎么绑啊，干嘛的？然后呢，其实我就大概教了一下，也不会出太复杂嘛。但结果照片出来的时候呢，对我来讲60分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还是会有一些细节跟一些美感，所以呢，我想，那我不如就拍一集，来教各位怎么做一个漂亮的气球棒。好，所以呢，你们最常看到应该就是这一种，就是上面一个托，然后下面一个棒子，对不对？好。然后呢，其实你们有时候也会买到一些劣质品。什么叫劣质品？就是呢，你这样子插进去之后呢，然后晃一晃它就飞出去。我买这个还不错啦，它的松紧度是还蛮够的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你遇到这样的状况呢，来，第一个要教你的小美感怎么处理这个问题。你一定会有气球，对不对？请你把那个废球皮。就是这种圆球废球皮，然后你把它剪一点点，小小的就好，多小呢？就是你只要洞口缝得进去就好，因为你弄太大呢，剩下都会在外面，其实很丑，当然你可以选择那个比较相近颜色的，那你只要把这个废球皮贴在这个管子上，然后用力插进去。它就可以那个弥补你中间空隙太大的问题，所以呢，这样子就会变得还蛮紧，比刚刚更紧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一个方法。那第二个方法呢？我们也常用，这是什么？绝缘胶布啊，台语叫电灰布。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。假设没有这个啦，假设我们没有装这个，然后很松，你呢就拿起来，绕个两圈。但在绕的时候，我建议你先用力拉，把它延展性先拉开，然后呢，从托的部分往下绕个两圈，然后就可以撕掉。好，我相信这再怎么拔也应该拔不起来了啦，而且不会有人故意去拔，所以呢，这样子是就100%完全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这是我们遇到如果说品质不良的托跟球棒的话，那个气球棒的话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处理连接点的问题。来，第二个就是气球，我们在绑的时候我发现那时候我姐夫他在灌的时候，他灌怎样？我灌给你看，基本上气球它是属于椭圆形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刚开始它会圆形的，然后慢慢的它越饱之后呢，它就变成大概这样子，远远看，这样子。但它那时候不止这样，不止灌这样，它继续灌。然后如果你再继续灌的话，会怎样子？它就越来越尖，越来越尖，越来越尖。它会呈现一个水滴状的样子，因为后面的开口它是往内缩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块它就会越来越尖，它就是大概灌到这样子。那老实讲，这样子不好看，然后它就这样子绑上去，我绑上去给你看，那感觉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不好看，以我们专业人员的角度来看，
这样子真的不好看、哦、所以呢你灌的时候千万不要灌到这一边、哦哦、凸出来变成水滴状、哦、所以呢你要灌到怎样的程度呢？好，来我灌一颗新的给你们看、哦、当然你用嘴巴吹也可以了、哦、来刚开始的时候 它一定是圆的、哦、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继续，刚好遇到不良品。好，来，刚开始圆的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灌到微椭圆就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、哦，这样子才是我们看起来最好看的一个大小啊、哦。然后呢，这时候打结，哦，在这里再教一次，拇指跟食指捏住，然后呢，来，食指跟中指哦并拢哦。然后围开，然后一次两根手指头，然后从中间围开地方把水嘴放进去，手伸出来，好，打结了。来，接下来就是要教你们的技巧了哈。很多人不会就是在上面乱绕，但是他在绕的时候，好，第一个，好，你一定要让吹嘴的这一个那个节点，好，它是好，在让它在这一个凹槽的外面，好，然后呢，拉完之后，先转半圈啊、哦，然后到对面的凹槽进来，好，来继续再绕，要绕到好、哦、过了这个凹槽，为什么要过这个凹槽呢？就是你要用这一块来阻挡气球皮它被这个凹槽、哦、被这个凹槽所勾破，像刚刚我们在转的时候是不是会被勾到、哦、那这样子就很容易气球就会这样子被勾破，所以呢我们就在这时候呢再继续绕一圈，绕到原本它进来的地方，然后再把它进来放着、哦、这样子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气球它不管在哪一边它都不会被、哦、这个沟槽给凹到，而且呢非常稳妥的、哦、在正中间，这个呢就会是我们、哦、最标准气球棒的部分、哦、的制作，然后也是最安全、哦、最好看的一个状态、哦、所以呢今天就教你气球棒、哦的一个制作的方法、哦、那当然、啊、我的方法不是唯一的、哦、当然有很多小技巧我不知道、哦、那如果说有前辈、哦、愿意分享的欢迎到底下留言、哦、所以呢今天、哦、气球棒的做法就交给你啦，那接下来该你咯。